它来了，全球首批3000吨全地面起重机 XCA3000就在昨天11月3号正式交付于江苏神龙和中大恒海。像这种大型吊车，出一趟门后面至少要跟30几辆大半挂。用一句话来形容，一个 B2 驾驶员后面跟着一群 A2 驾驶员。据说这台徐工 XCA3000 全地面起重机价值5000万，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台班费像我们这种小吨位一样卷。因为啥呢？因为物以稀为贵，价格人家说了算。所以兄弟们加油努力搞大吊机。还有网友讲，3000吨吊车真的能吊起3000吨吗？东汉末年分三国，烽火连天不休。